及我们的喜鹊凝露所制成的花束，尖叫声不要停，太棒了。好，请二位先看看正中间，真中间真中间真中看真中中间尖叫声怎么停了，好好好 cue， 好好 cue。 来，请看一下右手边，右手边，先看看我们右手边，包括了右手边这么多的粉丝朋友们，不过今天真的是很多的媒体朋友一早就来到，看看正中间之后，再一次的麻烦请看我们的左手边好吗？我们也要特别谢谢从过去的去年年底开始担任，来倒数好不好？请准备三二一起航，我们的放松巴士，哎，尖叫声怎么停了？请看看我们的正中间，好，以及左边还有右边，都请帮我们多照顾不同的镜头之后，好，在今天开始，我们未来呢也会在全台各地不同的城市的明星刊版商品，先等一下哈，明星刊版商品会是我们的美乐斯凝露，今天来到现场会透过了我们的水润大使现身的展演，待会儿呢要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平常在这个生活当中基础保养是少不得，美乐斯的这个凝露一定也是最爱的保养品之一。哎，我们稍微一点点时间来，赶快让 Cindy 先拿起我们的美乐斯凝露好不好？对， OK， 好。就像刚刚我们卡哇伊桑，我们的这个川井先生特别有提到，不只是我们的放松巴士，全台各地走透透，希望能够传达我们所谓的 stress off 的理念之外，放松小屋也在台北华山七个礼拜的时间，一直到6月23号正式的展开。这个所有粉丝朋友们要不要照顾一下右边的粉丝朋友们啊？对对，右边的粉丝朋友们，之后待会儿呢，我们也要请我们的水润大使 OK 的非常繁忙的 Cindy， 好像这个马上的马不停蹄的又要开始进行另外一波的巡回演出，我们待会儿来问问看最近的安排。好，我们左手边再补几个画面，谢谢。左手边再几个画面，我们来巡最后一圈好不好？巡一下最后一圈。好，左边先开始哦，我们先从左边先开始哈。好，换一个不同的 pose 或角度一下啊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或者想要拿起我们车上的哦也可以。水蓝色的，很有仙气的这一身，很轻松的感觉，真的就是我们的 stress off 的理念。好，左边再一下下，我一直听到我们左边的大哥们一直不断的在叫左边多一下下。好，再来个3秒钟啊！我们接下来看到正中间，请看一下正中间。好，接下来不只是我们右边的摄影朋友们，以及我们所有粉丝们，请注意 ，Cindy 要准备转右边了哈！来来来。要见到你的镜头，一定要用自己的声音来去吸引他的目光。然后还是很安静，在 cue 了。一定要用自己的声音去吸引他的目光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在前方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因为马上要准备进行我们的访问，待会儿可能我们在最后还会有补拍的时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先让我们的水润大使回到舞台上，好不好？再一次欢迎。